快一点啊！师傅，没时间了，谢谢，快一点。给师傅请安。好，对，讲吧。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问一个亡人。讲吧。哎，他叫郑希平。郑是什么郑啊？啊，郑成功的郑。啊，西呢？西方的西。西藏的西。平安的平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哎呦，他是现在也是在天界。嗯。在天界呢，我看见他在那个月亮宫那个地方。啊，月亮宫的地方。嗯。因为我们给他一直他走了大概一个月是超过49天吧，我们一直给他念那个小房子。所以不知道他现在上哪，我们还要在月亮宫那个地方，应该也是在御界天了。哦，到御界天了。啊。哦。你们晚上的时候，如果真的要想念他，你想想他晚上可以下来的。嗯。哦，不要不要，让他就在上面。啊啊啊！继续在上面。吓坏了，有真的，假嘴巴里面讲真的喜欢，要看看嘛，吓得来，不要不要。不要想想的，他下来就没办法再上去了，是吧？他在月亮宫那个附近，应该就是说，过去不是有个美好的传说，说嫦娥嘛，奔月亮嘛。啊、实际上，月亮在天上其实也是一个啊，这个御界天的一个天宫啊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哎，蛮好的，嗯。哦。他是个男的是吧？他是个男的是吧？是男的，他刚刚走了大概50天左右吧。50天是吧？嗯。哎。他应该比较有文采，就是啊，比较喜欢看书啊，或者比较有点文采的，嗯，这个人。哦。嗯。因为什么呢，师傅、啊嗯？他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。他。所以我有点担心他。怪不得他跑到那里去了。哦。嗯。跑到月亮宫上面去了。嗯、但是他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话嘛，也是因为他得了那个非常不好的病，你听得懂吗？是难过、他自己难过。我告诉你、啊、你记住了、哎、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嘛是自杀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比方说有人来带他走了、啊、也可能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他因为如果有些人从天上下来的人天天抽闷烟喝闷酒，或者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天天在家里长呼短吁的，是的，然后是的，然后脑子里不想活啊，整天不想活、是的，那么就会有人把他带走，听得懂吗、哦、是这样。所以一个人不能生闷气的，关在房间里生闷气马上就有人来带了，不是天上的嘛、哦、就是下面的。哦，明白了吗？那现在他在上面还蛮好，因为我有一次他梦见过他，一直都说穿得光光亮亮的，好像看见他是八路军的吧，看见了，他就好像穿着八路军的衣服，就光光亮亮的走、啊、还在亮光的地方。哎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你就知道就好。好吧，谢谢师傅。为什么月亮？月亮因为比较还是属阴的，他可能也就是说他在人间的时候，他帮过一个人，救过好几个人的命。哦，你去问他好了，他救过好几个人的命，所以他接了阴德，积了阴德，所以他到月亮宫去了。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的，好。